行政院秘书长蒋元赤和农事会主任委员沈宗汉，由省农会总干事胡龙宝陪同，视察了乐农乳品加工厂的生产情形。他们对于本省中部地区鲜奶的产量，两年来从月产10万瓶增加到90万瓶，认为是发展乐农事业的好现象，应该再继续加以推广。对于省农会设厂加工的特级包丢奶，能够在常温之下保持新鲜6个月，希望能够加以推广到各家庭去，供应儿童们随时来饮用，对于中晋国民的健康。